请，慢慢来。 好，现在咱们班比分跟一班没有差太多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，大家辛苦了啊！我怎样？你看，熬不过那个十号。来，我先来说一下啊，来来来，上半场我们打的不错啊，跟对方只差几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等一下下半场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紧盯这个三十五号跟二十八号，他们一个撞，一个三分能投，没有关系。欢迎。 下了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全部配合你打快攻，听明白了吗？行，那先看，咱先不跟他聊。那边那个人是谁啊？一个老朋友，我跟他聊了几句。 行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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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对面体型优势比较大，你小心点，别硬碰硬啊！放心吧，先顶住。 眼镜坏了，看不清。那怎么办？咱们班没替补啊。哎，好遗憾啊！我这个人真的是老鼠会。那要实在不行，那我们是替赛。那不行，咱们班怎么能替赛呢？没事儿，我还可以。哎，千万别勉强。 到底怎么样，你现在？我们班没有替补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能退赛了？不，我们换人。换人？你先休息，找个眼镜戴一下。我来。啊？ 他还会打球，之前没见他上场过呀，不会是咱们班的秘密武器吧？玲珑行不行啊？他会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一般这种时候站出来的，不是拯救全场的大神，就是战五渣。
意了。老师到底是会还是不会？老板。所以你到底会不会打篮球啊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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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防守！防守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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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灵能最后的绝命三分，太棒了！都快点，都快点！但其实呢，这些只是你辉哥50%的实力，我还没有展现出全部的这个。哎，干啥呀？我的水，你现在真是变了！我喝你口水，至于？今天辛苦你们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，应该。很棒，那接下来你们就继续努力了啊！嗯。
不是吧？怎么这么烦人啊？打个一班都这么费劲，果然是下位圈的球队，人不相干的人都拖上场了。你怎么就知道是不相干的人？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是我们班秘密武器啊？行，我很期待你们进决赛，这样我们班夺冠就稳了。这位同学，你不会连反派死于话多都不知道吧？你说谁是反派？南京怀，该干嘛干嘛去啊！等着。